在年龄相同的男明星来说，在香港和大陆有着很大的区别。香港明星钟汉良1974年出生于香港，现已44岁，但是我们可以从今年播出的《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》该剧中看到，其外表仍和刚出道时一般英俊帅气，坚持锻炼的他身上无一丝多余赘肉。另一位众所周知的周润发，年过60的发哥身材完美，更是惹人羡。发哥不仅演绎了非常多且出色的影视作品，并且热爱公益，不仅如此，对于身材的管理，发哥也是从不懈怠，和发嫂陈慧莲两个人经常出门跑步健身。想当年黄晓明刚出道时身材也特别完美，全身都是肌肉，在拍摄《神雕侠侣》都还是英俊潇洒的身影。后来跟杨颖结婚了，现在孩子都出生了，估计是杨颖在怀孕时经常要吃补品，可能黄晓明也分担了不少，所以现在人胖了很多，连双下巴都出来了。虽说黄晓明现在是身价不菲了，但是对于身材也应该要注意保持，不要让教主成为中年油腻的老男人了。